一起转圈圈，嘿嘿，吃个猫眼螺，别断，别断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断了，还是没留住它，嘿嘿，但是这个膏呀，特别香，特别暖，前面的肉啊，回家呀，清蒸、红烧、爆炒、辣炒、涮锅都没有问题，特别有嚼劲，来。你看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看看黄色购物车，咱家的猫眼螺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包邮到家。吃个海螺，你别断，你别断，别断，别断，还是比较完整的，膏啊特别香，苦胆不要吃，肝去掉，这是肝，剩下的肉啊可以随便吃，香，吃个猫眼螺，猫眼沈硕螺，别断，非常的 so easy， 这个膏啊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糯，头上这个大肉啊，回家清蒸、红烧、涮锅、辣炒、爆炒都可以，非常的有嚼劲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我呀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给你包邮到家。这不是嘴巴，这是猫眼螺。别断啊，别断，这个是公的，公的猫眼螺，母的它是一个黄色的膏，这个膏啊特别香，特别的糯，大肉啊非常的有嚼劲，非常紧致，回家清蒸、红烧、涮锅都可以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我呀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给你包邮到家，如果你喜欢吃，来上一单尝尝吧，小光头，圆圆润润的小光头，好用，这时候啊最后的一次大米，过完这回啊我们啊只能明年再见，这一粒一粒来烫，太香了，还有的朋友啊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，别着急，朋友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这一包是半斤，你自己看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么一大碗，我去，都装不下了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肉质啊特别的 Q 弹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你来尝一单，回家尝尝吧，皮皮虾我们走，咱们一起去找个女朋友，这时候的皮皮虾特别肥，还带着膏，你看一下，全都是带膏的皮皮虾，再来一个，如果你也喜欢吃皮皮虾，大家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100%带膏的皮皮虾，全都是全母带膏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你来上一份回家做个椒盐皮皮虾，清蒸涮火锅都可以，和我手上吃的这个皮皮虾一样肥，好吃，忍不住非要打他一下，
这大米，哎呀，跟爆米花一样，你看看，嗯。嗯，太足了。嗯，太小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朋友，你先别走，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这一波是半斤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这满满的样子，我的天，这装不下了。回家一家人啊，足够吃了。如果啊你喜欢喝点小酒，来上这一包，肯定啊今晚多喝点凉。你也想吃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哎 Hello， 嘿嘿，像不像派大星在和你打招呼？这个小手，嘿嘿，像不像个人？管他像不像人，先把他吃了再说。哎肥不肥？我就问你们肥不肥？嗯，老香了，嘿嘿。再说一遍，海星的壳不能吃，只吃它这里面的膏。哎嘿。嗯，哎嘿嘿，海里的光头强，嘿嘿，小八爪，嗯，还有大米呢，太稀缺了，现在这个大米，嗯，香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不太需要放任何佐料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大碗，哎呀，都装不下了。哎呦，我的，昨天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的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豆购物车，来上一家尝尝。八爪鱼，老香了。嗯，嗯，有沫有膏。肉啊特别的 Q 弹，特别的好吃。嗯朋友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回家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给你看一下，这一包啊是半斤，哦，尝尝这一大碗，一家人啊他足够吃了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来上一单尝尝吧。嗯，海里的大菠萝，嘿嘿，嗯，嗯，这肉，嗯。如果你也喜欢吃鱿鱼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是咱粉丝，我给你十只，还给你包邮到家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爱的茉莉转圈圈，嘿嘿，猫眼罗，我们一起转圈圈。嗯，哎，别断，别断，别断，给你们看个完整的。哎，嘿嘿。母的猫眼螺，黄色，特别香，特别糯的膏。嗯，嗯，前面这个大肉啊，特别有嚼劲。回家呀，清蒸、红烧、涮涮锅、爆炒、辣炒，都可以。嗯，如果你也想吃猫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给你鲜活发货，鲜活包邮到家。嘿嘿，嗯。小光头，嘿嘿，哎呦，带大米啊！现在这个大米啊，和中奖一样几率。现在八爪鱼啊，基本上都不带籽。嗯，嗯。
还是八爪鱼的籽香。嗯，太香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手使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一碗啊都装不下了，一家人啊他足够吃了。味道啊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的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您来上一单尝尝。嘿，海六星，它不是海五星，六角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嘿嘿，变异的海星。哎呀，看看它肥不肥。哎，哎哎，哎呀，这是它的膏，特别香。嗯，虽然它是海六星，但是啊，它的味道哎特别香。嗯。海星啊只是它的膏，不要吃它的壳，它的壳是不好吃的。哎呀，哎呦，看看它这个小的小的这个脚有没有膏。嘿嘿，哎呀也有膏。特别香。哎呀，哎呀，海里的碳素比，哎嘿，哎呀，这个就是蛏王，吃蛏王啊，记好了，一定要拉住它的这个地方，直接往下一拽，这个地方不要吃，这个地方是它的沙囊，剩下的一整根都是大肉，可以直接吃，来一个，看啊，别拉，哎，一拽。把这个地方弄下来就可以了。你学废了吗？学废了，顶上去。抱他个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口下去就是一个海洋。香。朋友喜欢吃八爪鱼啊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手使的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呀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不需要你再剁。你看我的天，这满满一大包，哎呀都装不下了。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的 Q 弹，特别的开胃下饭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来我直播间都可以买到。嘿，海里的派克比大钢笔，嘿嘿，他学名啊叫刀把蛏，嘿嘿，哎，嘿嘿，吃这个蛏子啊，这个位置啊不要吃，这个位置啊是它的沙囊，上面的肉啊特别香，再来一个，沙囊去掉，滚，小汉堡，嘿嘿，小 QQ 弹弹的小迷你，嘿，冒个头，这时候八爪鱼啊基本上都不带大米了，但是它的肉质啊特别好吃。朋友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又不会做，你看看一下咱家的都是迷你八爪鱼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你看这一包，哎呦我的天，都装不了了，去我牙齿去过力道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上一单，回家尝尝。嘿最近有点虚，嘿，来个大腰子，海里面的大腰子，哎呀，只吃它精华，还有粉丝啊，老是跟我抬杠，说它的壳能吃，壳啊，我留给你吃了，我呀、吃这里面的精华，嘿嘿，哎呀，这大肉，有点烫，
吃过带子的人知道，只是它这个备注，备注啊特别鲜，特别嫩。嗯，这满满的肉，哎，嗯，皮皮虾，弹起来，嘿嘿，弹不弹的无所谓，咱先把它给吃。这个金虾皮皮虾特别的肥。蛮高的皮皮虾，哎呀哎呀，看得见吧，嘿，嗯，再来一个，哇，这个更肥，如果你也想吃我手上这样的蛮高皮皮虾啊，咱家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100%代购，只要是有一个不代购的朋友，你呀尽管来找我。哎，回家做个椒盐，涮个火锅，你看香不香？这么粗的膏，个个都代购。嗯，真香！你看多么粗！皮皮虾，我们走，一起去找个女朋友，嘿嘿。大个的皮皮虾，嗯，嗯，太香！这个季节啊，皮皮虾最肥最肥的时候，这时候不吃啊，再等一年。嘿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膏，肥不肥？哎呀，都出来了这个肉。嗯，好，这一口下去绝对满足。嗯，嗯，哎呀，个个都是带膏的。如果啊，你也想吃我手上这样的皮皮虾，视频下面黄的购物车，或者晚上来我直播间，咱家的皮皮虾100%带膏。嗯，只要有一个不带膏的朋友，你呀、啊、都算我的。嘿，来喽！嗯，哎呀，断了！想吃的，你来上一份尝尝。哎，你个圆润的小光头，打晕他！嗯，今年的最后一次大米，再见，只能明年。嘿嘿，跟爆米花一样。哎呦！来点汤吃，吃才香呢。你看，嗯，啊，太香，嗯，还有墨汁，啊，嗯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又不会做，你看，看一下咱们家手指的迷你八爪鱼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。回家沾染一下就算食用，你看，我的天，这满满一大碗，我的天，一家人啊，足够吃了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下一单，回家尝尝，嘿，开个海鲜盲盒，嘿，哎嘿，嘿嘿，哎，哎呀，嘿嘿，大袋子，嘿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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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喝碎了，精华部位啊。精华，这个地方，这种东西啊都不吃，只吃它这个备注，特别鲜，特别的嫩。嗯，哎呀，太鲜了！吃过粉丝带的朋友啊都知道，这个地方特别的嫩，特别的滑溜。嘿嘿，给你看看，哎呀！嘿嘿，嗯，再蘸点汤，嗯，出来，嘿嘿，没说你，我说这咱家这猫眼螺，哎，哎呀，又断了一截，母的猫眼螺，黄膏，
特别香，特别糯。嗯，我呀最喜欢吃它这前面那个大肉，特别的有嚼劲。回家呀涮火锅爆炒辣炒，炒个小辣椒，特别香。嗯，你看一看这肉质。嗯，如果你今天想吃啥样冒眼螺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鲜活发货，鲜活给你报销到家。嗯。